後咧就係選手最後兩圈半咧就係會踩自己，然後自己就會揾位啦。咁啊，取前三名咧就會入到賺金牌。係啊，咁而家啲引車咧都有咁緊要求嘅喎。咁啊，例如一開賽咧就限制喺25公里嘅時速咯。咁一圈一圈咁樣踩，就一圈一圈咁氣。咁啊，最後氣到45公里時速，剩翻最後兩圈半咧，嗰啲單車咧就會落嚟噶。咁啊，所以咧就係車速而家咧都已經係有個適當嘅速度啦。咁啊，所有運動員咧都會因為咧就係車速咧，然後打上打落啊。就是希望就是食住後面的氣流令到自己可以唞住先。咪牽引車仲有兩圈，佢要留意呢一組咧就係白色衫嘅國爽啦，係同埋而家跟住 Elmo 嘅選手俄羅斯嘅羅花。咪要留意咧就係國爽咧就係著住嗰件白色衫就係代表世界。杯咧暫時喺海南女子海南賽啦，就係經過兩站時候咧就係領先緊排名。咁啊 ，Elmo 度咧就係仲有一圈嘅領騎。咁啊，應該咧就有選手咧就係會望下後面，即係睇下會唔會有其他嘅對手咧就係撳上嚟啦。咁就係無花瓜啦，咁啊後面跟住佢嘅藍毛短選手啦。大概咗少少，咁啊 ，Elmo 度咧就喺呢度咧就會離開噶啦。我見到咧就係 Sarah 咧就係跟住咗喺第五位啊，係開始揾啲位選啲長城啦。見到咧就係會咧就過埋羅羅花啊呢個位。呢度咧仲有一圈半啊，要爭定個位啦。遠嘅選手咧就喺外檔揼咗上嚟，咁啊 Sarah 咧就係西瓜領選者。Hong Kong. Then El Basil.